你们今天真的没有说好。那你们看到彼此你就吓一跳，想说怎么会刚刚好？我说你们看到彼此没有吓一跳，没有想要金宝，我们是想要闪亮三姐妹，三姐妹，三姐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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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容易有默契的，而且因为平常他就是化，他最近近期因为可能演三号就想要酷一点的妆，然后平常我就是比较淡一点，但我们今天很有默契的稍微交换一下，他变比较温柔，变比较真的是没有真的是默契，很厉害了。然后我上半身他下半身，对，我们今天是一个默契来的。你说你们已经玩过解锁了，玩过了啦，所以没有成功，没有发，怎么可能？而且是真的，我们是很多次。因为我蛮期待解开的，你就可以告诉我。你们是素颜吗？还是有化妆的情况？有化妆啦，哦，有化妆。那你没有解成功是开心还是？没有，我们就说现在科技就是很强啊，哪有那么容易那个让大家没有成功？我觉得是蛮在我觉得是。本来就不太成功，因为如果真的成功，有点太夸张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看新闻说双胞胎都无法成功。那如果我们俩真的成功，那真的是太夸张了，比双胞胎还要双胞胎啊！好夸张。而且你们今天要搬视觉特效，是不是？你们穿戴正好，而且你们就是玩，对啊，很视觉，然后还有动画片，很适合 KTV 那个球。我刚才已经说我自己转，好不好？转跳，好不好？闪亮，我现在有光打我，自己转。好，期待你们的搬成他。好，期待，谢谢，拜拜。